我们今天在挑战海盗吗？有要过六号的吗？六号真的要再过两个。说很好玩，所以这是第三次玩了。还有先过吗？四号还可以过三个哦。不怕。可以，就这里很好玩呢。四号三个，五号可以做两个，有没有先做？来了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小美女害不害怕？害怕吗？开始喽！快点尖叫吧！尖叫！看你什么时候尖叫！啊！看小差里，他还在划船，现在不怕了。